时已开，辰时迎客，龙虎交会。没有一个比的，还没讲。生时已开，你此番闭关，那是给你们讲仙玉。但眼下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这里有一枚神符，三幺九人就是拉里，可助你一臂之力。比这好像都一样哎。啊，惨了惨了！谁来帮帮我呀？等一下，我看今天遇到谁。不行，香吹呀，我刚收到云师弟的求助信号，我们快点去帮他吧。龙女误入了伏魔阵，师兄得救救他。怎么这么着玩家？谢谢你救了我。灵宠系统开启啦，饲养小宠物，伤害爆表。我觉得这个手游的名字很短耶，叫圣药这样。